后来这首见面三分钟，哦，厉害厉害的，来来来来来，台语金曲歌王翁立友能征服这台绝情 KTV 吗？因为你失落过心，咱也真久忘记，见面三分钟无定我的慢过你。我第一次歌还没唱完就想插电，再来再来再来，那个机器有问题，应该是哈，对，应该是我还没唱，他会记恨，每个人都啊，完了，哥也不要打了，算了，我跟你讲，算了，我不要了，欺负人，真的下去，真的下去，还而且我要有选举，还要叫这个，我跟你讲，歪到，好，你要第一麦刮青蛙没说，我整个人是涨红的，气死我，而且我第一次唱歌。旁边的观众一直在笑，我那么认真嘞，我你听我说，给观众啊，你听我说，你看，比如说，你看哈，因为你是唱啊，但因为他们会有一个跪靠，对，会变唱，那这个就扣分。那来，大卫你示范一下，如果换成是你，你会怎么唱？来，应该被吸，我们给他看，气死，踹，站上来，你示范姐，你去你拢变成色的，哦，是吗？好，从头给再背。大家看一下旋律是什么？旋律。因为你失约过心，咱也真久无见面。哎，绿的比较多啦，没错啊。见面三分钟，都是绿的。无定我的。好进步，再找他。我把。好 ，OK， 可以。满意的吧，不太满意，因为唱歌台语歌唱的那么呆板，他说唱的不错。我是放感情下去的，不好意思，我们开个家族会议，安妮请坐。OK， 好，来家族。OK， 因为哦，翁立友是第20届金曲奖最佳男演唱人家歌王嘛，对啊，他前面唱几句一看，哎呦都红的，已经分数很烂，他想重来，但又不好意思讲，啊就假装生气，一般都不录，啊下来，然后还找一个人上来弄，啊现在开始又要唱了，对不对？给他一点面子，对啊，好，对啊，哎来，我刚刚说不录是英文。我很忧郁，是吗？我心情就不准，不要了，算了啦，这个不用了啦。跟各位观众说，好好的聆听这一首《见面三分钟》，那也拜托旁边，待会一直出现红色麦克球，好啊，麦球会影响，会影响唱歌人的兴趣。我的麦球，来，阿贝怕温收一时准转台，《见面三分钟》Take Two， 太低啊啦，太低啊，一直红色啊，我还没唱就把我逗的心情那么不好。这里因为你失落的心，咱也真久无见面，见面三分钟无定我的慢过你的心，希望你我永远相信你是我的一生中只有一个爱人。有好一点哦，进步哦。接下来刚刚真的有放感情唱了，接下来我就都不要放感情，试试为了要得分数，期待。没想到你是无情，但是机器是绝情。因为你失约过心，咱也真久无见面。哎，好多了。见面三分钟，有进步。再跟我见一面。
我永远相信，相信你是我的一生中只有一个爱你。成绩不错，刚刚你我唱这样给我打有进步，对，看看，而且糟蹋了。你在唱歌的时候很像我邻居，我们大家都叫他阿文，就是他，唱得不错。啊，回来真正的我啊，哈，还是要。邻居想，观众想说电视坏了。希望你。我永远相信，相信你是我的一生中只有一个爱你。唱多当中还好，你用阿公妈的唱法就唱。哎，赶快，来啊，来啊，赶快转七十一了，比玉大哥高了。对对对对，多了十一分。恭喜恭喜，七十一不是很光荣的数字？对啊，七十一还输我一分嘛。你念书的时候有拿过七十一的吗？还输汉典一分。那宪哥几分？宪哥宪哥几分？六十九，我六十九。所以你看有什么好高兴的？对不对？对呀对呀对呀，七十一分就觉得。很丢脸，而且这七十一分是邻居的唱法才有。阿公，还好家境阿公，没有那一段没有了。等一下，会不会刚好有人转过来，刚好看到我唱阿公啊？本来他要去唱片行买真心累了，结果退回。转过来导播刚好在特写，他们还以为翁立有中风呢。因为你，他最终会有一点。哇哇，原来笑，我刚刚没这样啊。我都讲到好嘞，刚刚超。我是要试看看，就是说这台机器到底有没有毛病。你要想，这个机器是让我们回归原点哦，摒除掉那些虚荣的东西，什么奖项都不重要。对，我们就是很直白的把它唱出来。对，单纯。对啊，对不对？